지던 나에게 스쳐들리는 무심한 그 한마디 Hello, Hello 조금 낯설어도 어색하지 않았던 좋은 느낌 너에게 기대어도 되는 걸까 걱정스레 몹시 구겨진 진심을 펼쳐 보이면 Thank you, Thank you 그저 고맙다는 솔직함이 전해지고 있어 그래요 Hello, Hello 귀여운 나의 천사여 언제나 나의 곁을 지켜줘요 그리고 Thank you, Thank you 너에게 하고 싶은 한마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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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고맙다는 그 말뿐이죠 들리는 게 쉽진 않아 그럴수록 견뎌내는 게 후회만 될 테니까 I know, I know 그저 웃고 있는 피에로가 좋을지도 몰라 대묻지 않은 채로 일어설 수 있을까 털어내봐도 아픔은 쌓이지만 She knows She knows 이제 더 이상은 혼자만의 내일이 아니야 그래요 Hello, Hello 귀여운 나의 천사여 언제나 나의 곁을 지켜줘요 그리고 Thank you, Thank you 너에게 하고 싶은 한마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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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고맙다는 그 말뿐이죠 수없이 맞대왔던 그 모든 세상에게 인사하는 법을 가르쳐준 그대죠 내 맘에 넘쳐나는 이 멜로디를 너와 함께 지켜갈 거야 그래요 Hello, Hello 귀여운 나의 천사여 언제나 나의 곁을 지켜줘요 그리고 Thank you Thank you 너에게 하고 싶은 한마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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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사랑한다는 고백보다 고맙다는 그 한마디로 내 모든 마음을 전해요 谢谢，你好，你好。我们先请张根硕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来，你好，我是张根硕，好久不见，你们变漂亮了。我爱中国。아그리고10분전에배운새로운중국어가있어요有一句我十分钟前学会的中文哦来给我亲亲亲亲我谢谢我想知道这是哪个中国朋友教你的돼지가요我们的 Jason 代表哦 Jason 이아니고돼지가요就是他一直讲这一声是猪哎你们要不要给张根硕亲亲来这样刚才大家不都练了那个我们的神秘的暗号吗对不对哎全场朋友包括楼上朋友啊注意安全大家慢慢的起立好不好慢慢起立来啊我们一起给张根硕来爱的表白好吗来也麻烦 Kibo 老师给我们一个节奏好吗来了全场的朋友Three, go, 五二零，五二零，七四四，七四四，
哇，好壮观哦！特别看到天上的朋友也在给我们要 kissing。哇，안녕。好，来，大家慢慢坐下，慢慢坐下。我们也请张根硕坐下，我们慢慢的聊，好吗？来。呀，我们隔这么远啊，我们靠近点吧，我们。哎，张根硕往中间来一点吧，不然这个会挡到那个。好 ，OK。因为张根硕昨天也刚刚结束在深圳站的这个活动哈，先问一下，连日奔波辛苦吗？어제너무오랜만에중국을와서어제도착했거든요근데평소에너무먹고싶었던중국음식들을많이먹고중국팬분들을보니까좀더에너지를오히려많이얻을수있었던기회였던것같아요因为好久没有来到中国嘛，而且他是昨天早上来的。那来到之后呢，就也想到了一些之前吃的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所以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让我更有了活力。그제가한국이나일본에서활동할때남자팬들이좀더많아졌으면좋겠다고항상얘기했거든요之前我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我一直有讲说，希望我的粉丝呢，男生粉丝变多一点。어제도정말많은남자팬분들이계셨는데昨天也是啊我在现场看到很多男粉丝 이런표정으로보시더라고요他们是弄这个表情我有印象坐在前排的那几个人여기앉았었던사람알죠对啊昨天坐在前面哎今天武汉站男性粉丝啊女性粉丝稍微克制一下我们听一下现场男性粉丝如果你们一起喊张根硕我爱你是什么样的音量好吗好所有女性粉丝现在保持冷静啊来男性粉丝、啊、加油加油加油啊来啊我们给男性的尊严现在给他们留出个空间好不好来所有男粉丝一二三哎真的你们虽然人我爱你加油你们真的喊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啊你们네아근데공안분들도같이하고싶은데예같이함께하고싶네요我想说公安他们应该也一起想喊一喊吧有没有好那因为难得来中国嘛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在中国的宣传行程会怎么样일단이번통일프로모션을통해서연말까지중국에올수있는기회가없을거로생각했는데이번프로모션으로여러분들을이렇게무안까지와서처음만나뵙게돼서너무반갑고요本来以为我的巡回演出结束之后呢本来以为没有机会再来到中国了可是透过统一先成都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今天还来到了武汉这样子的地方중국을여행으로와본적이한번도없어서개인적으로는좀여행을올해가가기전에여기저기많이다녀보고싶어요我个人并没有机会可以在中国旅游所以希望今年过去之前呢有机会可以到处走一走因为张根说是第一次来武汉对吧武汉的朋友给推荐一下如果来武汉旅游要去哪儿啊等一等冷静冷静各位鳗鱼冷静야바보들아 무안에서어디가냐고무안에서哎你们笨蛋哦在武汉怎么去长城啊哎人家才来武汉你让人家 去长城是不是走啊现在走啊现在啊飞机来得及好再见不要这样了辛苦了哎武汉有很多好吃的热干面小龙虾对不对鸭脖对有机会都可以去吃一下的오리고기어제호텔에도착해서먹어봤었는데호텔음식말고진짜시장에서파는오리고기먹고싶어요昨天有在酒店啊吃了鸭肉的那个
一个料理，可是他希望可以的话去弄市场，去传统市场才吃当地的饮食。是，希望有机会了，因为毕竟工作行程排得太满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这个在线的网友一些时间啊，没有到现场的，我们来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要问。有一位网友，他的网名叫 Crazy。估计他已经想跟硕已经想疯了，是不是？他说呢，今天想请问张跟硕，与中国鳗鱼久别重逢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呢？확실히그한국과일본과는다르게중국만오면그중화권의열기에서느껴지는그에너지가있는것같아요되게마그마같은용암같은来到中国呢，看到中国的粉丝呢，跟韩国跟日本有不太一样的地方的话，是中国的粉丝非常有热情，感觉像好像熔岩里面岩浆的那种热，很火热的感觉。哇！그래서그항상올때마다되게재밌고에너지틱한곳이라고생각하는데제일중요한거는이제차를타고따라다니시는분들중에그분들이안전만좀잘지켜주시면저도뭐시장도더갈수있을것같고중국에대한더여러가지를느낄수있는기회가많지않을까요那因为我每次来到中国呢，都会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活力。可是呢，如果各位追车的这些歌迷朋友们呢，可以如果有安全的跟追的话，他市场去市场吃美食啦，或者想到处走走都可以去。所以希望你们追车的时候呢，可以维持安全。아그리고하나또있다还有一件事。중국에와서지금까지중국사람이사는집을가본적이한번도없어요그래서가보고싶어요那我来到中国这么多次啊，一次都没有拜访过真正中国人住的家，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想要去一次。특히너네집에，尤其是你家。哇，挨个串一遍得在中国待好几年呢。都愿意欢迎张根硕，对不对？好，准备好吃好喝的哈。好，另外一位网友叫做新曼 Chris， 他请问张根硕，你对漂亮的定义是什么？你觉得是指外表，还是指一个人的言行呢？아름다움이란장근석그자체인것같습니다。说到漂亮呢，就是我这个人张根硕喽。그것이내적이거나외적이거나그모든것들을다포함해서아름다운삶을살고있는사람그리고아름답게자기를가꾸는사람이아름답다의뜻일것같아요在这边解释一下就是说现在不管外在或是内在那我张根硕呢都会有努力的去维持然后去充分的充实自己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美丽的人生才是最漂亮的哎说得好其实也是给每一位鳗鱼一个很好的示范、啊、谁给打呀那就是我耶、yeah、漂亮的定哎说什么来一二三真的好谢谢我们今天活动结束了赶飞机哦没有了辛苦了你们不要一直闹你们的跟硕哥哥好不好好来第三个问题了来自于网上这位叫做爱硕的河马网友请问张根硕你在拍摄 ICUV 电影时候的体验当时心情如何呢일단 ICU의 그 뮤직 드라마라는 새로운 장르에 또 도전해봤었는데 중국에서는 아마 없었던 시도였다고 하더라고요 근데 ICU 라는 노래에 언제나 지켜보고 있다 그리고 꿈은 이루어진다라는 메시지가 담겨져 있어서 제가 맡았던 캐릭터도 자기 꿈을 찾아서 열심히 노력하면서 살다가 결국에 아름다운 사랑까지 갖게 되는 그런 역할이었던 것 같아요在因为微电影他拍的这个 ICU 的微电影呢应该在中国的话可能第一次尝试吧那在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角色是一个就算受到挫折也是勇敢的面对自己然后勇敢的 面对他的人生然后一直不停的努力他觉得这里面的角色的人真的很棒好那下面这段时间我们让张根硕稍微擦一擦汗补一下妆哈我们接下来凹他一件事情我们先放他去擦一擦汗好不好来啊
我跟大家，哎，我跟你们说件事情，不是要走了，看我这里跟你们讲啊，张根硕昨天晚上发了微博，对不对？大家等他发微博等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既然今天晚上也逮着他了，就不能放过他，对不对？我们等一下让他今晚也发微博好不好？你们有没有想，哎，此时此刻现场信号恢复了吗？信号恢复了吗？有多少人信号是有的？哎，不能睁眼说瞎话啊，那边还是有一些有人有的吧。哎，那就好了，刚好这个互动就可以留给场外的朋友了啊。啊，你们不能场内场外都霸着吗？是不是？这样我们等一下请张根硕来发一条微博，看看他想跟大家怎么互动，好不好？嗯，好，我们再度欢迎张根硕回到场上来。哦，여기열기가너무뜨거워서안되겠어요。啊，这现场的热，我们真的气氛真的太热烈了。而且你好配合啊，我们一讲到啊。为什么男生那么开心呢？还有扇子吗？我也觉得好热。来，这样我们问一下张根硕，可不可以今晚也发一条微博？啊，네，오늘웨이보를통해서여기계신분들의질문을직접받아볼예정이에요。好，那我今天呢，也是一样透过现场我发的微博，然后接受大家的提问。好。那这样内容就由他定了，随意发什么好不好？或者他问你们什么问题都可以，好吗？네그렇습니다。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好，那这样就是粉丝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张根硕的，通通他在这条微博底下跟他评论就可以。아 내가 질문하는 거구나。아 제가 질문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我问大家好了。啊。好，那现在可以发吗？现在先发吧，好吧。我们的有信号。제가물어보고싶은건我想要问大家的是내가왜좋아为什么喜欢我哎，这个问题要好好回答，因为等一下张根硕会从底下的评论当中选出他认为最有趣最有意思的两位网友，之后我们会送出精美的礼品。자이거를지금이제올렸는데여러분이아주자세하게알려주기바랄게요간단한거봐야돼아我现在刚发了微博，那你们看到之后呢要非常详细的，我不要简单的，要详细的回答我为什么喜欢他。나중에제가체크를하고제가제일마음에드는답변을고르도록하겠습니다。然后我会看过之后呢，我会选一个我最满意的一个答案。OK， 好，那我们把这个电话交给工作人员，等一下我们看一看啊，时间过后有多少网友向张根硕回答了他这个问题哈。那其实张根硕在跟统一先生都合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我们现场也跟大家聊一下，来，请看大屏幕。哇，这个是2012年5月在北京街头，这个好像完全是素颜，头发也没有整理，怎么就出现在北京街头？저게2012년5월이었는데북경에서있던크리쇼라는제콘서트때예요아这时候是2012年5月在北京有 Krisho 的时候 ，Krisho 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拍的。근데지금까지중국을다니면서유일하게저혼자중국의거리로나섰던때요我来中国这么多次啊，这还是第一次，就唯一一次自己在中国的街头走路。아침7시에경호원몰래매니저몰래早上7点的时候，瞒着经纪人跟保镖他们自己偷溜出来。你自己一个人啊？对。天哪，不过早上7点就还好，街上的人不会太多哈。
아니요, 사람 많았었는데 제가 그 전날 잘 때도 안 씻고 자고 아침에도 안 씻고 나왔더니 아무도 못 알아보더라고요. 街上人是蛮多的啦，可是那天前一天晚上我也没有洗澡，也没洗，也没有洗澡，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没有梳洗，就出门了，所以没有人认得我。 那是没有碰到你们，对不对？真的。好，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好，这是2012年5月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哪位幸运的粉丝得到你的熊抱啊？这个。 저는 한 사람 한 사람의 제 팬인 장어를 아주 소중히 여기는 사람입니다. 我是一个对我的鳗鱼每一位鳗鱼都非常珍惜的人. 저의 가슴 속에 이 뜨거운 열기가 느껴지도록 뼈가 으스러지게 안아주고 싶어요. 我想要让你们感受到我内心的非常那种热烈的那种爱，所以我要把你们抱到感觉上骨头都要粉碎了。 哎，张根硕有没有碰到过男粉丝要求熊抱的？你有碰到过吗？操，내 뼈가 으스러지겠어。 我看，我觉得你抱我的骨头会粉碎吧？那还是稍后再说吧，好不好？来看第三张照片。啊，这是2013年2月份在微电影《ICU》拍摄中。 现在拍摄的那个照片的时间是半夜3点钟左右，但是上午12点就又要开始别的工作拍摄了，因此张根硕的逻辑是不是上床睡觉休息，而是不如出去喝一杯吧？저 기억 안 나는 사실인데요. 기억 안 나는 사실. 这件事我不记得哎。会不会是那天喝太多？ 사실은 잠을 술을 먹고 자면 푹 자잖아요. 제가 뭐 촬영 끝나고 다른 친구들 혹은 여자들을 불러서 술을 먹는 건 프로페셔널하지 못한 거지만 그냥 술을 먹고 푹 자는 거는 내일의 좋은 컨디션을 위해서. 其实我真的说实话啦，一般我们喝酒了之后会晚上会有一个好眠嘛，会睡得比较沉。那他 每次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去庆功宴的时候，他会叫一些朋友来，或是叫一些女生们来一起开派对喝酒。其实是不专业啦，等一下，其实是不专业啦。可是呢，这样结束之后呢，他可以非常睡得很沉，睡得一个好觉。 그리고 솔직히 말씀드리면 저는 이렇게 막 술을 좋아하고 술 마시는 걸 좋아하고 이런 사람이 아니고요. 저는 전날도 집에 가서 자려고 했는데 돼지가 꼭 술 한잔 하자. 돼지의 꼬임에 넘어간 거죠. 其实我这个人呢不是很爱喝酒啦，然后那一天也是啊，他本来想要拍摄完之后想要回家休息，可是呢，我们的那 Jason 代表呢就一直说，哎，我们再去喝一杯吧，去喝一杯吧，然后他就勉强逼不得已才去的。그러니까 제이슨이랑 같이 일을 할 때에는 돼지 같은 상황이 참 많아요. 所以跟 Jason 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呢，常常会遇到很糟糕的状况啦。对，都是 Jason 带坏的哈。现在张根硕都只喝统一鲜橙多的嘛，对吧？그 보셔서 아시겠지만 그 ICU의 뮤직드라마를 보면 본인이 또 남들이 누구도 시키지도 않았는데 본인이 술 선수범에서 출연하는 장면이 나와요。大家看过 ICU 的 MV 就知道，电影就知道了。我们都没有人邀请他干嘛，可是我们的 Jason 代表他自己。 毛遂自荐，然后自己出演了那一只。 그래서 참 ICU라는 뮤직드라마가 더 좋은 작품이 될 수 있었는데 돼지 때문에 되게 안 좋아졌죠. 然后其实 ICU 这一部作品呢，应该可以完成度更高才对。可是因为我们 Jason 的演出，有一点让他扣了一点分数。 오늘 뭐 같이 ICU의 작품에 출연한 배우가 저 말고. 또 돼지도 있는데 돼지도 한번 잠깐 불러볼까요? 나우먼 ICU의 연출의人员呢, 除了他之外呢, 我们还有 Jason 대표, 我们要不要请他上台一下? 돼지야! Jason, where are you? 돼지야! 아, 저기 2층에서 보고 있대요.
从一층에서보고있대好像是在楼上在观看，是不是？在总控台，是不是？저기있다저기있다在那里，在那里啊！여러분돼지는항상여러분곁에있습니다各位，我们 Jason 呢，永远在你们身边。Jason이아니고돼지라고好啦，他一直叫我把 Jason 说成猪，猪永远在你们身边。Jason 会不会过几天，因为张哥硕不断的提到，之后就突然变艺人红了，你知道？사실제가아시아프린스라는별명을갖고있잖아요그러니까제이슨도워낙저때문에지금유명해져서지금아시아돼지라는타이틀이붙었죠我的现在我的绰号是亚洲王子嘛那我们的 Jason 代表呢因为托张根硕的福变成亚洲猪了OK 好那我们先预祝亚洲猪演艺事业发展顺利그러니까여러분아름다운오늘하고싶은얘기는야나얘기하잖아에我在说话耶제가말하고싶은거는여러분이아름다워지기위해서스스로를더가꾸고시엔청투어와함께한다면저처럼아름다워질수있어요各位呢想要变漂亮的话呢当然要自己努力的打扮自己啦或是让自己多充实自己的内在然后多喝鲜橙多的话呢就会像变得像我一样这么漂亮근데낮이건밤이건그냥계속먹고계속콜라이런거먹으면저렇게돼요那不管白天晚上呢每天就喝些可乐啊什么那些饮料的话就会变成像他一样동의신청도哇你们真的是最棒的粉丝哦来我们看第四张照片哎呦这也是在2013年2月 ICU 拍摄中从酒店桌子上摔倒了所以肋骨疼受伤了吗当时책상에촬영을하다가책상에부딪혀서갈비뼈가되게아팠던때가있어요有一次在拍摄的时候呢拍这个的 IC 的时候呢他不小心撞到了桌子然后我的肋骨这边就非常的疼痛근데그게사실은책상에부딪혀서아픈것도있지만그촬영하기전날에술먹고넘어져서 네아팠던기억이나네요啊当然我的肋骨这边有碰到桌子所以才会痛了可是其实呢是前一天我喝醉了酒然后跌倒了撞到所以才会更痛等一等不是刚才才说不喝酒的吗하지만여러분이여기서간과하시면안되는게잊으면안되는게있어요그래서大家不可以忘记一件事哦그만큼프로정신이투철하다可是我的专业精神非常的高더멋진 ICU 의장면을만들기위해서몸이아픈데도불구하고열연을했다는거죠我的专业都非常够啊我身体那么不舒服可是我为了拍摄更完美的 ICU 的作品所以我真的是发奋起来然后好好的拍摄了그리고시엔청도를먹었더니뼈가빨리붙더라고요然后我喝了鲜橙多之后呢我的骨头马上就很快就痊愈了有神奇疗效是不是好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工作时候要拿出专业态度이거시엔청도는호랑이형거보다더좋은거야鲜橙多是比那个老虎药膏有没有比那个还要好的哦有吗好了就是拿出专业态度工作和生活要充满热情当然啊未成年小朋友不要学跟硕哥哥喝酒因为他成年了嘛是不是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掌声谢谢张根硕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背后的精彩哈接下来我们就来游戏互动了好不好这些游戏今天只有在现场的朋友才有机会上到舞台上来互动的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麻烦跟硕起立哈我们请工作人员撤一下椅子이거어제도했었는데제가기록세웠었어요昨天我们也有玩过然后我打破了记录我的记录最高对어제18초나왔었죠18秒吗有17秒多将近18秒对오늘17초의벽을깨주시는분이꼭나왔으면좋겠습니다希望今天可以打破我17秒的记录好那第一个游戏叫做漂亮有底气我们先请张根硕从抽奖箱当中抽取三位幸运的粉丝来到舞台上大家留着我们的那个橙卡对不对每人进场都有一张橙卡那个是对应你们来上到舞台上的唯一的根据啊好现在我们请张根硕抽取三位
好，第一位叫做何梦静，应该是何梦静吧，坐在17排的23座，是你吗？好，请上到舞台上来。第二位李倩倩，坐在1楼的16排18号，16排18号，赶快看一下李倩倩在哪里。李倩倩，好，下一位是张玉川，坐在1楼，同样是1楼啊，4排28号。好，请这三位粉丝赶快来到舞台上面来。空空，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不要王子久等了，好不好？好，三位粉丝，请赶快来到舞台上面来。자여자여자다여자세분이죠都是三位女生吗？从侧面，三位都是女生吗？都是女生，对，都是女生。从侧面的舞台侧面上来哈。자우리여자세분이잖아요여자세분이랑저랑대결하기에는불공평하니까남자분한분만모셔볼게요来请站到这边我们现在是选了三位女生嘛那三位女生跟张哥说本人这样比赛好像不太公平我们再选一位男生好不好저기남자중에호응제일좋은저아저씨男生当中反应最热烈的人哇这位刚才一直要熊抱张哥说的人你终于得到上台的机会后面那位灰色衣服的어저기이분이분도같이아니이분타예요마앉으세요请坐下好这是张根硕给我们破例再来一位男粉丝哈这是送的什么啊来请到这边来参赛选手请到这边一字站开啊一字站开面向大家好吗好来了我们这个游戏呢非常简单大家都看到张根硕拍的广告其中有一句广告词而且广告词的一半是张根硕唱出来的我们先请原版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저를따라하시면돼요이大家跟着我唱练习一下多시多漂亮에대한폐활량을할텐데요我们要测试多시多漂亮这个肺活看你们肺活量多高多大多시多漂亮이부분을本来是多시多漂亮嘛多시多漂亮이렇게하셔야돼요아多시多之后一定要说到漂亮哦对就是第二个多字拖长音好不好哎先不要拍先不要拍哈好嘞那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苗苗不要不要game하자고你小心王子等一下取消参赛资格啊因为现在好来啊那我们就依次进行了哈广告语都知道对不对统一先成多多 C 多第二个多开始拖长音漂亮也要唱出来好不好准备好了没好哎근데되게오늘안좋은일있으신것같아요第二位你是不是有不太开心的事啊你是太开心还是不太开心아니他现在应该是云里雾里像在做梦一样아니오기싫었는데엄마가무조건갔다오라고시킨사람같아你是不是你妈你不想来可是你妈妈强迫你来啊不是不是我告诉你其实这都是一场梦是假的第二天醒来你会发现没有见到张根硕这件事好了好了好了开始游戏了好不好滴滴来了来了谁想要谁想要怎么带情绪颁奖了这是冷静冷静冷静啊恭喜哎呦快快快专辑拿好哈还有最后这位자와이프와이프분쳐다보시고와이프분쳐다보시고来
你看一下老婆先。哇，恭喜。好，来，我们恭喜四位粉丝，除了第一名的留步一下，其他粉丝可以先回座了，谢谢你们，谢谢。来，哎，怎么走了呢？这是。来来来，我们第一位的这位粉丝啊，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除了、저친구참개성강한친구네。那位朋友真的好有个性哦。第一名除了可以得到亲笔签名的 CD， 还有一个奖，那就是可以得到我们今晚唯一一个单独跟张根硕合影，并且现场拿到照片的机会。怎么听起来不太开心是吗？谢谢。好，那我们麻烦我们的翻译姐姐哈。啊，好，那今天我们有专门的。휴대폰갖고계세요？휴대폰。好，给我有吗？手机有吗？直接拿手机自拍是吗？일단특별하게제가핸드폰으로한컷을찍고요。那我就。哦，나。特别的，真的就用手机帮他拍一下。很喜欢张根硕。我。好，来啊，我麻烦翻译姐姐。照上了吗？照上了吗？부럽지。看一下，看一下。哇！부럽지。羡慕吧，羡慕吧。哇！哇！부럽지。羡慕吧。哇！폴라로이드，폴라로이드。怎样？开心吗？谢谢阿米达。哎呀，等一下，他还要帮你拍 Kelly 的。哦，还有，这是加送的。恭喜！怎么样 ？OK， 这个才像做梦一样。현실이진짜예요是现实，现实，是真的，掐你一下。那我们谢谢这位粉丝，恭喜你啦，恭喜！사랑해요。可以幸福的回到座位上了。아니恭喜你。얼마나부끄러우시면모자색이랑얼굴색이똑같이됐어他好像真的很害羞，然后因为他脸色跟帽子颜色好像变成一样的了耶。완전뚜없이총뚜없이뚜없이뭐지저완전시엔청도네你的那个看起来整个人就像仙城多一样啊！天哪，我觉得他整个人回去可能今天穿的所有的服装也不会再洗了，因为会留有张根硕身上的香水味。手机这辈子就用那一只了，因为张根硕也触摸过那一只手机，对不对？好幸福哦。虽然说可能合影机会只有这一个，但是还有得奖品的机会，好吧？马上我们第二个游戏了哈、啊，这个游戏呢跟大家的演技有关，谁平时很爱演的举手给我看。好，我们会现场选取六位粉丝来进行这个环节哈、啊，那我们通过大屏幕照片滚动的方式，由张根硕喊停。张根硕随时喊停，停到哪一张 ？Stop。好，第一位粉丝在哪里？看是谁？哦，是你，快上到舞台上面来。好，我们工作人员帮忙确认一下哈、啊，从侧面上到舞台上面来，侧面有通道。Stop。好，这位粉丝是谁？是你，来，快点上到舞台上面来。第三位。Stop。 是谁啊？来，上到舞台上面来。
第四位。스탑。这位是在哪里？好，快点上到舞台上面来。第五位。스哎，等一等。아니야나아직멈추라고얘기안했어我还没有喊停我还没有说停哦对呀、啊、这张算数吗다시再来一次吗오토하라고자그럼다시再来一次哦再转起来照片 Step 这位在哪里啊来现在几位了五位对不对还缺一位五位再来还有一位 One more Stop 好这位粉丝在哪里在哪里아신청도색깔이야티셔츠가大家的样子都感觉让我想起新成都哎好来大家都上了舞台上我们请工作人员把现场布置一下上桌子和道具안녕안녕안녕好来来来大家要依次站开啊来依次站开请工作人员把这个道具上一下哈、啊、好大家都是精心打扮来的哈、啊、有人还画了烈焰红唇好蠢저그빨간색옷입으신분은저희이모인줄알았어요穿红色衣服的那一位我以为是我的阿姨耶이제아우리이모얼마나예쁜데我阿姨很美的我阿姨很美的哇开心了假的就知道来这一首来各位粉丝请移步到桌子后面来啊站到桌子后面来这个游戏非常简单桌上一共有六瓶统一鲜橙多看起来都是没问题但其中有一瓶当中是加了料的这一瓶当中有白醋只有一瓶当中添加了白醋所以会喝起来格外酸这个游戏就是要通过你们的演技来混淆视听不能让张根硕猜出谁才是真正喝到加白醋鲜橙多的那个人你们要用你们的演技好不好所以现在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时间六瓶你们选哪瓶就站在哪瓶的后面现在先不要喝只是站在那一边就好哈好所以就是按照哦那就站过去如果选择的号码不一样就换位置哈 Random game Random game 好选好了 Random game Random game OK 好底下的那个纸牌不要翻开哈只是动鲜橙多就好好从第一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第一位请喝자미리냄새맡거나이렇게해보면안돼요不可以先闻味道或怎么样要直接喝哦对입에한가득넣어주세요要喝一大口这个笑是绷不住了是不是好第二位请喝这什么表情너네就是你了啦好初步锁定啊来第三位请喝好第四位请喝这怎么想说话是吗欲言又止的来第五位请喝哇这个完全没表情第六位请喝这位表演呢很自然哦잠깐잠깐等一下，等一下。저분이긴장해서아직그런걸지도몰라요可能是因为紧张啦。우리한번더마시는걸봅시다我们再来看一次，他们再喝一遍。자긴장하지말고천천히你们不要紧张，慢慢喝。你要看六号，对不对？마시면아름다워지는거야6번만요
六号，麻烦你。마시면아름다워져요。喝了会变美哦。再喝一遍。怎么是喝的时候有人在挠你痒痒是吗？就一直在哆嗦。哦，还要确认谁吗？두분이의심이가는데요。我在有两人让我有两个人让我有点怀疑。哦。우리이모아니면6번이라고생각하는데不是我阿姨就是6号이모가한번더마셔봐야지알것같아요我们的阿姨再喝一口好不好人家怎么是阿姨了妹妹你今年几岁啊算了女孩子是年龄是秘密哈万一真的是阿姨就尴尬了啊好 OK 来喝了啊来一干而尽他叫你一干而尽要干了你可以吗再次拿出武汉女生的彪悍哇好不好喝好喝你好坏啊맛있겠지진짠데아니맛있겠지진짠데맛있겠지진짠데当然好喝了因为它是真的千层多嘛还不多啊그러면2번분도원샷을했으니까6번분도원샷한번하죠好那我们二号呢刚刚喝光了嘛那我们六号也喝光一下怎么样넌죽었어오늘你今天完蛋了啦喝光哎不是妹妹妹妹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喝光如果不可以你可以求情求饶的好我可以喝可以喝저를사랑한다면전충분히가능하다고생각해요他如果爱我的话我觉得我相信这是充分可以做到的你爱不爱张根硕就看这一干了好不好마시란말이야快喝吧마셔직진직진쥬哇哇天哪啊这독하네她这个小女生好狠呐天哪哎别的地方人家说你怎么喝先生多我一口一口喝到了武汉我一箱一箱喝打开咚咚咚没了三秒钟没了好那可以猜了吗张根硕여러분몇번같아요你们觉得是几号몇번几号이게6번이야자그럼마지막으로1번도한번만원샷하고결정하도록하겠습니다那我们最后一次再请1号把它喝光我们再做决定저를사랑한다면보여주세요如果你爱我的话就献给我看表现给我看等一等公平起见我还是要问一下妹妹也是可以求饶的好吗我爱张根硕我爱你天哪我爱你啊我爱你这样他容易呛着你知道我爱你哇厉害厉害厉害 OK 可以确认了吗哇무한여자들진짜대단하네요武汉的女人真的太厉害了몇번几号저는6번으로하겠습니다我选6号6号好 OK 确定答案了张根硕选择6号其实喝到的是带白醋的先生多我们现在揭晓答案首先1号如果他喝到带白醋的上面将会显示有白醋的字样哎快点快点1号喝到先生多
二号喝到的也是鲜橙多，三号喝到的是鲜橙多。我们先看张根硕选择的六号，순서대로순서대로。你要看四号吗？按照顺序，按照顺序。四号，他喝到的是白醋。哎，그걸왜못마셔？那你刚刚怎么那样子喝啊？哎，바보아니야？哎，你怎么演那么好啊？你为什么开始还在那哆哆嗦嗦的？是为什么呀？我紧张。与此同时，我们访问一下这位淡定姐啊，四号这位女生，你喝到白醋怎么这么淡定呢？因为想骗她。忍住了是？很酸吗？酸死了。자그러면오늘멋진연기를보여주신4번분이원샷을하면서이게임을끝나도록하겠습니다那我们今天就让展现出精湛演技的四号呢喝光干杯，然后结束这个游戏。那这样啊，这真的很酸哎。没关系，没关系。快一点，对不起，我爱你。快一点，快一点。哎，等一等。哦，要拥抱啊！你真的为了害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啊，张根硕。慢一点啦，很酸呢、欸。马上慢点，快一点！哇哇！好，来我们。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来，我们先掌声，谢谢我们六位的粉丝啊，都非常厉害。来，大家到前面来，桌子前面来哈。来啊，在这一轮互动结束之后呢，你们成功的靠演技骗过了张根硕的眼睛哈。当然呢，我们也会给你们奖品，奖品跟刚才是一样的，每人都有一张张根硕亲笔签名的 CD 一张。CD 와동시에오늘1등하신분은아주멋지게원샷을해주셨으니까식초가가득들어간저음료수를열박스를선물로부상품으로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那除了我的个人的签名 CD 给每一位之外呢，我们今天第一名的得主啊，就送他装有醋的鲜橙多十箱给他。추가로겨자도함께곁들여서드리도록할게요。然后就请你在家尝尝喝吧。好吓人呐、啊！好，来来来，哎，我们现场有水没？快给我们这妹妹喝一口哈。同时我们请张根硕为他们颁奖了，好吧？有矿泉水给他喝一下，太酸了哈。好，恭喜你们每人得到张根硕亲笔签名的 CD 一张。恭喜！恭喜恭喜，你很棒。好好好。臭男子，是臭男子。醋的味道，真的好酸的。恭喜。哎，我的姨母。恭喜我们阿姨。谢谢。好，再次掌声恭喜我们六位粉丝，谢谢你们的参与，请回到座位上，谢谢。谢谢。哇，好棒啊，有人拿奖品，有人从此得到一个阿姨的新名字。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刚才张根硕发布那条微博，现在有多少网友跟他互动啊，他会选出谁的回答来。OK， 是，截止目前呢，已经有接近5000条的转发和评论了。哇！那这是场外的朋友及时参与的哈。好，我们挑几条念给张根硕听，之后由他来选两位，好不好？张根硕问为什么喜欢我？有一位叫做鳗鱼 Miners 晶晶的朋友说，我想娶你坑子，虽然我只比你小10岁，但你说过
但你说过大你十岁还是小你十岁的女生都可以，前提是能够吸引你，所以我正在努力地改造我自己。括号虽然我长得也不赖，就是她长得也挺漂亮的。저보다열살어리면은지금열여섯살이네요比我小十岁的话是十六岁的意思吗？공부나해好好用功读书吧。有一位叫 Rachel 牛奶的朋友，他已经发疯了，他打了好多个你把手放在你嘴上，又盖在女曼上，你还抱了人家，你흥분했어흥분했어兴奋了兴奋了抓狂吗？是你那个出门要乔装改扮一下啊，可能。好，这位写的说，因为你的眼睛真的好好看，因为你嘟嘴的时候真的好可爱，因为你很爱你身边的人，因为你笑起来真的好好看，因为你的过去那么让人心疼。这是同一个人写的，还有因为你还没有女朋友，需要我们照顾给你温暖。但是最后这一句写的最真实，他说但是有些东西我们真的给不了，所以快快找个人照顾你吧。这位网友叫做新兰，他写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还有一位啊，叫做小小蒲公英静儿的网友说，你甜甜的微笑在我失落时给我力量。哇，太多太多了。果粒肥嘟嘟他说，喜欢你率真不做作，对工作努力，对周围的人很真诚，更喜欢你的笑容，可以让我所有烦恼都不见了。怎么办？这么多怎么办？太多了。张根说要选两位作为幸运的网友，我们会通过微博私信方式通知他得奖，并且送给他精美的礼品。되게좋은말들을많이들었던것같은데요저는마지막분이보내주셨던메시지가가장마음속에와닿았던것같아요大家都写了好多好棒的一些句子给我，我觉得好感动。那我最喜欢的是最后那一封，让他找一个人照顾他的那一位。啊。사실은그제삶에있어서요즘에참많은생각들이드는지금인것같은데다른연예인들처럼좀더정중하고좀더무게를잡고좀더가볍지않게보여야하는게옳은것인가에대한생각을참많이했었거든요其实最近呢我有一些烦恼，就是一直会想一些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像其他的艺人一样，可能就变得比较稳重，然后比较成熟一点，然后不要那么轻率，这样才是对的吗？我最近一直在烦恼。그래서최근에웨이보도많이알려드리지못했고所以最近我也没有发一些微博的内容给你们그런고민들때문에하루하루가참많이힘들었던것所以因为那些烦恼让我每天每天过得好辛苦啊하지만여러분의응원을받아서可是呢，还是为了大家。저는제식대로계속살도록하겠습니다。我还是我行我素的，依照我的方式过生活。진실되게솔직하게그리고있는그대로여러분들에게인간장근석의발전모습을꾸밈없이보여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我将会把我真实、率直的面貌呈现给大家。我会很努力的让自己走更上一层楼，然后让大家看到我发展的样子。
张根硕作为大家这么喜欢的艺人，他的压力是可想而知，但是他永远不会把他的压力带给大家。但是我们也想对张根硕说，虽然你因为各种各样的状况，你可能有的时候想让自己静一静，但是不管你经历什么，不管受到多大的压力，有所有支持你的鳗鱼一直在背后支持你，为你呐喊。好，那这位新兰，还有一位网友，你要再选一位。그리고앞에서그어떤분이좋은사람만나서보살핌을받았으면좋겠다라고말씀하셨잖아요想要娶你的那个，要不要考虑一下？刚刚他不是我们最后一位，不是说希望我赶快找一位可以照顾我的人吗？对。네그래서저는저보다열살어린그첫번째그아이를선택하는거예요所以我选择比我小十岁的那位小女生날잘보살펴주겠지啊要好好照顾我哦哇好那所以是小十岁这位女生鳗鱼 minus 晶晶还有刚才的新兰恭喜你们成为张根硕选择的最幸运的网友我们稍后会通过私信的方式告诉你们得到什么样的奖品好吗恭喜你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立刻送出两张首尔站的门票了那这个方式呢我们请张根硕还有我们另外一位我们统一企业的领导两位一起为我们现场抽出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统一企业湖北省营销总监郭立斌先生登场有请欢迎领导同样呢我们是现场大屏幕滚动的方式啊来请张根硕和领导抽出这两位幸运儿首先我们请郭总为我们随时喊停停这位朋友在哪里快来到舞台上面来恭喜你第一位好下面我们请张根硕随时喊停抽取第二位幸运儿Stop在哪里尖叫一下这位大好文静的女生来快点来到舞台上面恭喜这两位幸运儿恭喜你们아그럼서울가는거야对你们是到首尔来吗他们是到首尔来吗是的他们得到的是首尔站的门票就可以来到首尔跟张根硕、wow! 跟张根硕近距离的接触好那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送上奖品请郭总和张根硕为两位幸运的粉丝来颁奖恭喜你们每人得到我们盖世漂亮会首尔站的门票一张好来我们이렇게있으니까두커플이어디당첨돼서신혼여행가야될것같은기분这感觉像是那种新婚夫妻有没有参加活动得奖然后可以去新婚旅游的那种票一样两个家庭是吗来恭喜你们我们现场拍照纪念一下哈好向前看笑一笑 OK 好恭喜两位粉丝也谢谢郭总谢谢您为我们颁奖和抽奖谢谢张根硕恭喜你们啦请回到座位上了谢谢你们好这个时候我们请张根硕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会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演出啊当然我们的这个奖品还是送不停的好吗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同样有奖品来送哈现场这一轮游戏呢可以有五位粉丝能够来到舞台上谁想参加这样我来分区域来选择好不好好从这边等一下我说三二一再举手最快的那个或者是最醒目的那个让我看到的好不好来三二一我看到有一个举着戴着橙色围巾举着带香港张根硕的这个标志的朋友哈好就是你在前面一点哈好等一下哈好对请从侧面上到舞台上面来哈好那边啊好都统一都从大家的右手边上舞台
好，来中间的朋友，来三二一。远处有一位举灯牌的，哦，头上好像扎了两个橙色的角，对不对？是你是你，来，请你上到舞台上面来，我们前排的这个区域也选，好不好？来，三二一，这位穿蓝绿横条的哈，蓝绿横条的这位妹妹，有没有男生啊？男生粉丝，仅有的几个。啊，都是男生啊！我们现在啊，大家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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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三位了，还缺两位啊。好，这边先放下手，三、二、一。哎呀！啊，我看到远处有一个在挥着衣服的人。单手挥着衣服的那位妹妹，穿着白色的 T 恤，好像还是裙子啊？对，是你是你，单手挥着衣服的，对，是你。제 마음 속 그녀에게 바치는 노래입니다. 언제나 이 순간을 기다렸어요. I see you, I always see you. 没错，我们的微电影 ICU 除了有最帅最美的演员最漂亮的画面，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对生活的热情，一种积极的态度，一种希望。接下来我们就掌声再度有请张根硕，我们演唱 ICU 的同名专属单曲。在幸运色阳光笑容迎接下一秒新鲜的浪漫 Someone was waiting for me And dreams come true I see you 我知道就是你 Look into your eyes 让我带着快乐 by your side
谢谢。要再度特别感谢张根硕为统一先哲罗拍摄的这一支微电影 ICU。 同时提醒各位，我们在微博上的这个互动转发统一先诚多官方微博。